哎呀，要说我这两天呀，我的心情特别不好，您各位给我评评理。我下个礼拜结婚，到现在我这兄弟这份子钱还没给我呢，可他结婚那会儿啊，头半年我就把那份子钱给他了。您说这什么兄弟？嘿，哎，哟，这自己在家的干嘛呢？这个也不关门，这个。哎，去去去去去去！哟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你这是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啊，下个礼拜什么日子？你结婚呢？份子呢？哎呦，就因为这事儿啊？哎呦，那你结婚，这儿给你带的呢，这个。那行行，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。你这。那错怪你了啊，错怪你了。行了，那下礼拜到时候那天提前到啊，给我忙活忙活。不是什么叫给你忙活忙活？不是，我先问问你啊，你那个你真想好了结婚了吗？那我下个礼拜结婚，我能没想好吗？咱就说啊，就你媳妇儿，我这准嫂子啊，长什么模样你不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长多漂亮，活李逵呀！你等会儿。活李逵干嘛呀？不是，我形容错了，不是，我想说那明星那个不是也姓李吧？啊，李冰冰，不是这李冰冰跟那李逵差多远呢？你怎么回事呢？不是，就是说他长得就跟那李冰冰似的，也没那么漂亮。你就说你一天天的，你说你就为你这媳妇，你得多担心。你媳妇自己出门是不是？你得担心。哎呀，我媳妇上哪儿去了？是不是？我这紧张啊。等你媳妇回来，拿手机发微信，你想看她不让你看，你说你紧不紧张？你着不着急？那着不着急？那你媳妇的短信让你看啊？我媳妇长多安全、啊，什么意思？我放心呢，对不对？我媳妇长什么模样，哥哥你不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媳妇散着头发，像高晓松。赶紧记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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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刘欢。那对吗？那你跟俩明星过日子不挺好吗？我再说一遍，哎，你就说你跟你媳妇这岁数。对不对？你们俩岁数，他几几年的？那90年的呀，1890年。哎，没有啊，那过不了一块儿的，1990年。1990年啊，对不对？1990年，你多大？你几几年出生的？我84啊。你84年，84年跟90年差多少岁？我给你算，你看，84啊，你84是吧？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，你比他大一轮。就你们俩能过日子？你这怎么算的？这大一轮啊，这叫出来一个小母哥就大一轮啊，就大6岁，啊，大6岁啊，你比他大6岁。不会，我跟你说，这女人呐、啊，就是这有这婚后的女人，真的。你会吗？哎呀，你别不信，出去吃个饭啊，你看人家情侣吃饭，你就看就完了，对不对？你别再跟我说了，还跟我说，哎，你看那情侣，你看那男的男朋友，人就吃那女的碗里剩下的。嗯，你什么时候吃过我的？那你下回也吃一回。你关键他没剩下过呀。我说他最近那么胖呢，现在对不对呀？那可不嘛，胖的那呼啦圈都套不进去。哇，好家伙，上人商场买衣服去是吧？我跟人服务员说，我说我这件我就喜欢这件，你给我拿这件啊。我给我媳妇买，我要那个叉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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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后人家人服务员抡圆了给我一大嘴巴。妈呀！你谁让你学我结巴的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不，还有你们现在没孩子呢，哥哥，等你们有了孩子，你试试。嗯，你媳妇一生气，抱着孩子回娘家了，就不让你见，你说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不可能，怎么不可能？隔壁老周，对不对？媳妇儿把孩子抱走了，现在老周呢想孩子怎么办啊？天天没事在家里拿一计算机，会说话的摁8888，哎，88，哎，哎。那不可能啊！怎么着？就这样？怎么不可能？我跟你说啊，要把孩子给我抱走了，我马上就离婚。你离婚，你结什么婚？不是，有这么可怕？那你要这么一说，那我这，你琢磨琢磨，再想一想。那我再考虑考虑。对，你要是考虑考虑我那份子钱。哦，对，是。那就下回再说吧。我回去我再商量商量，跟家里人再商量钱，你先拿走。对对对对，到时候我接着你再给我。兄弟之间咱们得说真话，是还得说他，还得说他。是是，你这东西你得考虑。是是是是。
哎呀，别老聊那不开心的事儿，你聊点那开心的事儿吧。聊点开心的事儿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啊，你弟妹有了，怀孩子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你要当大爷了，那我不得意思意思？你看咱哥俩这关系，你要不意思意思，你多不够意思。哎呦嘿，都怀上了，嗯，嘿呦，来来来，这拿那个，拿那个，哎，别数了，哎。哎这是不是就怀上了？那不是，可不是。我今儿过来就跟你报喜来了。你这么着，我着急，我回去啊。你弟妹那儿啊，哎，怀里要好好教育啊。哎，得嘞，好嘞，哎，好嘞。我告诉你啊，到时候我看着啊。你到这儿，我跟你说，确实他说的有道理。您说我要结了婚以后，哎，我到他媳妇儿啪抱着孩子，哎，不对，哎，不对，嘿，回来，嘿，回来，嘿。